我们在利斯市哈，利斯啊是一个筛网定理的应用。我证明哈，三角形的三角平面切会交一点的，那这一点叫利心。我们知道这个角平面切它的性质就是说哈，这个叫做 VD 函，它这个叫 CE， 哦 AD 函 ，RBE。A B B E 啊 ，B E R C F， 啊 C F， 啊，我们知道那个根据那个角平面的性质啊，这这个比这个哈、会等于这个比这个啊，哦、啊，就因为哈、因为那个 B D 比上 D C 哈、等于 C 比 B 啊。然后呢，C 比上哈、那个 A， E A， C 比上 E A， 会等于多少呢？这个比这个会等于 A 比 C 啊 ，A 比 C， 然后这是 A F 哈、比上 F B 哈、等于多少？等于 B 比 A， F 啊、B 比 A， 所以哈、这个是角平面线的性质，所以呢 F 比上 M B， 它、乘以多少？乘以 B D 比上 D C， 乘以 E C 比上 E A， 等于多少？A 比上 L B 是 B 比 A 啊，啊 B D 比 D C 是 C 比 A， 哎 C 比 B， 啊 E C 比 E A 是 A 比 C， 对吧？等于一，一啊，啊由筛网定理的力定，我们就得到呢这三条角平面线呢会共点。